今日咧就5000蚊消費券發放啦，咁、如果你八達通就頂籠係打3000落去嘅啫，咁其他嗰啲咩Alipay 啊、咩 Tap and Go 啊咁之類嗰啲就可以打足5000。係嗰啲足嘅，係啊係啊。係啦，咁不過咧，我哋上環店咧暫時咧係得八達通嘅啫，係啦，咁不過都有啲申請緊，咁但係可能有啲自己又唔中意啦，咁都係用翻八達通啦。比較普遍啲咧，講真就係啦係啦，咁所以咧配合呢個叫做八達呢個叫做消費券啦。咁啊，刺激經濟啊嘛，係嘛？最緊要係刺激啲一百經濟，刺激埋啲一百經濟啦。你個鋪好精彩啊！啊，好多貨品咧，即係我哋都更新咗咁樣。咁其實咧就嗰、個有啲微大肆宣傳咁，譬如話上環店你落去就買到，譬如話茶葉。咁個茶葉嗰度咧，其實咧係一間叫做好特別嘅，佢係一個古舊嘅茶莊哦嘅出品嚟嘅。咁咧跟住即係梗係靚嘢啦，係咪先？因為試過曬，家權好似都有試過。咁咧但係咧就揾一班後生咧幫呢個伯伯咧去做一個 crossover 咁樣嘅，咁、所以咧佢啲貨好舊，但系咧用一個新嘅方法去推廣。咁而家我哋就同佢合作緊，咁所以咧喺上環店嗰度咧就有啲譬如話咩龍井啊、普洱啊之類咁樣、大家可以落去買嗰啲茶葉嘅，有啲禮盒裝啊咁之類。咁就同以前嗰間就唔同，呢間新嘅。大家如果中意飲茶可以試一下。咁另外就賣緊種啦，咁大家可以落去上環店可以訂呢個叫做基哥，系啦，咁咧佢主管另外一间铺头咧就叫做粥面馆，咁粥面馆啊连续9年咧都系呢个米芝莲推介嘅，听个名字打麻雀嗰啲，系啊粥面馆，咁跟住咧其实都系喺呢个叫做咩啊？咩西灣河定北角啊，定太古村，總之東區嗰邊嚇，東區嗰邊啦。咁大家即係去上環店就會知道。咁你訂咗啲種咧，咁到時係時間咧，你就可以攞噶啦。同埋呢批種咧係啊，基哥特別為 D100 自己有做嘅，街冇得賣嘅。咁啊，今次係自己即係會員專享啦。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早啲落去訂啦。咁啊又唔係特別貴啊，最貴嗰啲種都係130幾蚊。咁如果你係叫做 D100 嘅叫做年度贊助人啊，再平啲咁之類啦。咁同埋有。好多貨你可以訂下呢、這個手釣東星斑啊、和牛啊咁之類等等嗰啲，咁落去梗有一份咧，即係啱你嘅，咁啊支持一下咯。太好了，所以就成為我哋 D100 訂户就最多著數啦啊！係啦，樣樣都可以方便啦。總之落去篤下啦，刺激篤下啦，希望大家多支持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多謝啦。啊，如果喂嗌到依位女士啊，篤下就好啦。6500萬濕濕碎啊，但要坐嘅喎，嗌到佢都嚇唔係㗎？你如果用肉體去換，咁都叫做系咪先？咁而家就系、是、嗱，都系呢两个礼拜都有几多即系叫做骗案啊！系啊，上个礼拜我哋讲过1460万嗰个啦，26岁嚟咗2年嗰、那个，我怀疑同一个集团添啊！咁嗰个差唔多，上次系假疫苗啊嘛，话佢卫生署打俾佢之后就 refer 内地嗰啲执法部门啊嘛，呢个系差唔多啊，呢个其实系差唔多啦。6800万唔系讲少啊，大佬真系唔系讲少，数都数几日喎，如果数银纸真系啊！咁啊，话说咧，依名咧女受害人啦，几岁？几岁？好后生咋？40岁，唔系嘛？其实呢啲咧，即系我觉得你咁容易俾人呃到咧，其实一定系心有啲嘢，有少少嘢咁啦。即系我哋讨论话上次嗰个26岁，你1000几万，喂，即系当散纸咁过嗱嗱，即系大家要理解一个问题就系啦，话如果我俾人呃咗1000几万，即系话佢个胆一定系远远多过1000几万，即系话可能我胆系成亿嘅，我俾1000几万咪湿湿碎咯。嗱呢个俾人呃咗几多啊？6500万啊！佢个胆可能即系喂，我又系亿声嘅，系咪先？6500万湿湿碎，一定系极大。但系你有乜嚟？你如果咁样俾人呃法咧，佢一定系啲钱咧嗱，即系我哋推断啦，唔系话纯粹系首富，唔系首富，唔系首富啊！但系即系纯粹估，一定系有啲嘢。如果唔系你正常你赚咁多钱，你一定系有才能，一定系一个好叻嘅人啦。你唔会你见过蠢人会咁容易发达嘅咩？一定唔会，一定系有啲 power 啲嘅谂头噶嘛。你咁聪明，你俾人呃几千万，咁肯定系有啲嘢俾人揸住咗，或者啲嘢咧你唔见得光，咁你就唉唔好烦啦，我宁愿俾你6000几，我几亿噶嘛，俾你攞咯。我觉得系咁啊。即系攻陷咗佢嗰个弱点啊。系啊。咁我哋简称呢个女士咧，个支撑点好紧要啊。系啊。失平衡就冧噶啦嘛，你知道啲。直头系俾人链住咗个支撑点啊！系啊，简称支个支撑点。咁呢位女士咧，咁啊受害人啦吓，受害人咧就住喺美孚新村。哎呀，哇犀利！我哋有几个同事住美孚。系啊，我就正想讲，阿德哥以前好似住美孚啊。佢系美孚区议员。哦，系啊，喺嗰度呃饭食，唔系喺嗰度服务咗好耐噶都。当年咁有钱哦，即系美孚真系。科林都系住美孚，系咪？科林都系。因为美孚系叫做都唔知系咪叫第一代啦，叫做富豪屋苑。系。咁咧后来就绝对系真系第一二代。
如果大，因為佢成百幾期噶嘛，咁、後來咧就到阿成哥咧就發展黃埔啊嘛，咁跟住咧就變咗去黃埔嗰邊，冇錯。咁但係而家美孚啲樓價都好浪下嘅，好浪噶！我見嗰啲睇嗰啲咁嘅財經節目咧，咪實打出嚟噶嘛，樓價咧係啊，數一數二噶，美孚嗰啲冇乜點褪過，好少向上向下。同埋比較市正咯，啲雖然係舊式啲，樓底係矮啲，但係咧都幾襟用。最緊要以前嗰啲樓咧，即係古老嗰班咧，全部唔會有大窗台啊嘛。系啊系啊，楼底又高，呢度差好远啊，大佬。但系好踏实、啊，你俾人呃六千几万，你住美孚新村啫，都仲系啊，呢度就比较得意啲啊，不是香港啲楼啊，佢睇嚟。咁啊，几个单位啊，做咩啊？四十岁应该系，好似个家庭主妇吓、啊。家庭主婦六千五百幾萬。嗱、啊，講少少嘢先啦。嗱，咁呢位女士咧就四十歲，住喺個美孚新村。咁、去年六月咧就接獲假冒內地嘅官員，即係騙徒手法都係一致噶啦、啊。就算你點樣換啲換湯啊、換藥，都係嗰煲，都係嗰啲料噶啦嚇。不過執嗰啲假身份嘅最神秘啊嘛，俾人有感覺。係啊，同埋一講普通話，咁你可能就亂一亂啦嚇。佢冇同我講過普通話，我真係收線嘅啫。我都我冇阿豆爺啲普通話冇。係咯、啊，唉唔得嘅，我都再見啦咁收線啦。系啦，就话俄称佢就话喂，我中联办官员嘅电话嚟嘅，我哋吓、即系旧年嗰时候六月揾噶啦。你啊涉嫌同一宗内地嘅发放假新冠疫苗资讯案有关，系啦，发放资讯啦吓，并且咧就啊，并且你曾经咧吓同一个受害人咧吓、就冒认呢个中国人民检察院嘅各样啲嘢，有啲 case 有啲拉冷，咁、我希望你嘅个人资料咧，各样咧就交翻俾我先吓，同埋我要从你详细做一个调查。咁、又系嗰啲骗徒手法啦，又系什么调查案件要保证金啊，即系电话一路落去公安啊、当地嘅法院啊，全部千篇一律讲普通话噶啦、不过這個呢个咧，今次呢单特别要讲讲嘅，佢直情系见埋嗰个当时嘅骗徒，嗱呢啲比较少嘅、即系约咗出去见面，约埋出去见嘅、以前都有，但系唔多。哦，今次呢个咧就仲要见四个添、四个骗徒年龄大约三十岁，出流利嘅普通话。亲自讲述佢应该要点样做 handle 佢啲嘢，俾埋部手机佢，嗱，同埋俾手机嘅时候咧，佢掹佢嗰张电话卡，即系用开阿通呢张，攞嚟，嗱，你摄落呢部手机度，揿一揿俾我睇，嗱，OK 啦 ，OK 啦，各样啦，咁以后咧各样咧保持联络啦，咁我唔知佢咪再俾多部佢保持联络，其实将嗰张卡摆咗落去嘅时候咧，绝咗佢好多资料啦已经。哦个人资料啊，我唔知佢咩功能啦、即系啲科技嘢我唔识啦，真系咁啊！佢总之攞埋佢啲银行好多资料都吸晒走啦，已经作为一个女性咁容易俾人插，系咯、张卡落去又唔系几好咧，系啊系啊，个支点失去平衡咧就好难搞嘅呢啲嘢，系啊，都系喂咁，但系完全被控制，被控制，即系冇揾人去绑住啊，又或者偷录啊，又或者有任何警觉性，乜都冇晒，乜都冇晒，佢真系信到十足。咁因为佢呢段时间由旧年六月开始嘛，一路过钱过钱过到三几月嘛。佢俾钱嘅理由系啲乜嘢啦？想问下，点解？我同佢攀平佢呢单嘢，你呢单刑事罪行，因为你发放啲假疫苗信息啊嘛，你犯咗刑事法啊嘛，得我同你拍个胆走下后门同你搞掂佢啦。呢位女士咧，所以就真系好无知啊！你有乜理由？首先我哋谂一谂，点解嗰个骗徒要扮内地先？OK， 咁我哋当然啦，我哋话因为听到当对方系坚内地噶啦，系都当佢坚内地啦，同埋你即系内地人有 authority 啲啊嘛，听到讲普通话嚟到，喂即刻听听咩事啫？你讲英文我收线啦 ，hello 拜拜啦，系咪先？但系第二个问题就话、是，点解呢位女士你会觉得俾钱俾内地嘅执法人员可以解决呢一件事咧？系嘛？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一千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